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挑衅的一个事情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中国完全不需要害怕，也不需要担心。我觉得中国国防力量怎么说，非常强大。我觉得印度并不足以构成威胁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，这种事儿好像也挺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也实际上影响不到我们什么。